台南市第二大天后宫，在赤崁楼南边，在4.5庙旁边，明。宁靖王，明朝末年里，宁靖王朱树桂的王府改建的，因为清朝末年，那里诗人说台湾后，把宁靖王的官邸变成大天后宫，大天后宫，建立朝廷，尊妈祖为天后，是在康熙皇帝22年收台湾之后。郑成功收复台湾更早，赶走荷兰人，收复台湾。开台圣王郑成功，延平王，明朝末年是延平王。